美少女圈圈，热爱快乐骑单车。各位苹果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圈圈。骑单车是一个很好的休闲运动，而且还有益身心健康哦。圈圈是2011单车美型女冠军，对单车也很有一套，而且可以说是家学渊源。瞧圈圈扛起车架组装轮胎的模样，是不是很专业呢？因为我爸爸还有他兄弟姐妹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多都是选手，所以就是从小时候就都有接触到啊，就是高中以前的代步工具也都是脚踏车。当然啦，安全装备也绝对少不了，像安全帽啊，还有手套，还有像防风沙，还有防尘的那种防风沙、防尘，还有防晒的头巾。跨上单车前，圈圈可是非常重视热身运动的。圈圈也建议，行程一定要充分规划，还要好好打点装备，才能快乐享受旅程。希望大家不要窝在家里，跟我一起去骑车吧。动新闻，新年快乐报道。